好了，在游戏开始前呢，它又有更新了。马车托儿也有一次更新，而且那个更新是强制的，因为有一个 bug。那个 bug 就是有些人就是进不来，然后就更新了0.01的上来。啊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这个我就没去注意了。目前看起来是没看到有更新的东西，那也有可能是为下一次活动做准备的样子啊。来，那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有没有机会取得到红色的耀西，要1000只的黄色奇诺比奥。那我看一下啊。哇哦！哎呀，为了贪小动作，哎呀，贪小动作了，不好使，不好使，不好使。不好使，重来，奇诺不要。因为角色的特性不同，每一个人的习惯都不一样，耀西颜色可能会让视觉上有些差别，所以这个我也不确定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往回跳？我也不可能拿奇诺比科掠夺吧？他体型比较大，比较容易受伤。不有吃啊！完了，这样不够啊！524是怎样？全程又没有无敌星星，怎么有办法524？我觉得刚才手速怎么好像比我快？把我顶到上面去怎样？这下面这个一定要受伤。
出来骑。不是，我走过来都没看到无敌星星。我完全都没看到无敌星欸。是哪里有藏？那这个运气活的就不要去刷了。小一仔120只。怎么好像跟上次一样啊？我死了！为什么我刚才死了？还是很快，你玩的。不是现在的人怎么运气都这么好？他怎么还抽到无敌星呢？我都不能抽到哎、欸！到底是怎样啊？不是这样要怎么玩呢、啊？他们运气怎么可能这么好啊？危险啊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我觉得我这一场蛮帅的，该多给一点的吧。还是红色的最给力了，哎。真不知为何，红色的最给力。其实这个奇诺比奥的数量，我觉得好像蛮像是。我觉得蛮像是奇诺。你看你越上面的时候，他就越难给你过了。然后小色感觉好像也越容易失误，感觉好像有故意调过的。
我相信那个进去不会受伤。是我都已经很晚跳了，结果你还说我受伤。哎，我怎么？这个判定真的是让人摸不着头绪啊！今天我又会30分钟，我都会赚多少呢？下一次我不要慌张。哎，没跳到，可恶！不过这一场应该赢了吧？他没有得到第二批无敌星。耶、yeah ！你看这也很奇怪，你看他无法获得，为什么我有办法获得？我这里面掺杂一些紫色的。除非说他没有撞那个问号砖块，不然应该是得得到才对啊。要么是我撞了，所以他没得到，得不到才对。我忘记那段叫给自己。你怎么也是600？哎，你只有100块的，100块什么？这里怎么那么危险啊？太急了，那就不行了。
是为什么我死了？太难了吧！刚才那个地方为什么我又挂了？这总可以了吧？这一看就是要上去的。转穿越，这是个地方，最扰人的。钱！你这样子给我钱！哦，这个地方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死的。刚才那个药吸我也是一样。钱，这要什么运气？快点过，快点过，快点过！对啦！哦，刚才我必须要在瞬间反应呐，这个地方好乱。哎，太傻了吧！这下我没有办法好好得一点了。好，我们又把进度推进了。那像感觉要得到指定树木的奇诺，指定颜色的奇诺比，要捞到指定的树木，我觉得推的蛮慢的。这啊，怎么我刚按了一下，怎么没反应？为什么没反应？哎，我真的是每一个等级都有人啊。啊，快跳过去！要怎么进去？我从头到尾都没看到入口。你看，我又不知道是怎么挂的，哎。
明明都已经按到底了。随便啦，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都会这么困难。然后又没跳上去了，感觉都有诅咒啊，感觉蜜服装都有诅咒。没有黄色就好，屁嘞！哪里来的紫色？哪里来的黄色？不是奇怪不要，我真是很讨厌哎。这也是奇诺比奥，这也是奇诺比奥。观众，不对，这个好友，哦，我知道他是小洋葱，我可以这样称呐。然后他，等下给我撞满头。还是有差的，刚刚被甩甩的，往狠狠的甩在后面。那所以经验越好，越好。
OK， 了解了啊，真的是等级越高要跑越远呢，那是很难呢。那我觉得差不多要到我的极限了，难道我之后都没办法获得吗？这里我怎么没看过？无敌星的，那不就结束了吗？哪有这么晒的，可以一直抽到无敌星？怎么可能？不是，怎么没踩？怎么不去？啊！怎么没踩？不是哥，应该好歹要踩一下吧？怎么连踩都没踩？哎呀，应该要走下面的。越上面经验越好，越难打。哎呦，发现时间到，我没办法再打。要不然就把这一场结束掉吧。我不能跳过。我觉得录一集跑得挺快。啊，好吧，今天就先玩到这边了。故意坑人的。啊，我不需要钱了。我们来弄一下 My Nintendo Store， 给他得了。
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先玩到这边，我们下一集继续吧。我们已经把黄色奇诺比要推到923只了，目标是1000只哦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啦，我们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